口角，这个是真正的川贝母粉，对吧？这个是这个医院里出的啦，既没商标没牌子，这个就是个香山医院的这个院长没人性的康正祥院长搞个假药，居然还能做全国优秀中医院长，这真是太惊人了，太没有人性了，害死多少人还卖假药，胆子够大的，还给他评个全国优秀院长啊！所以你真不得了，这个人，你看，你看这个是一个哪方的呢？那大家看看瞧，各种的院长是有人性吧？15天还没到呢。假药，吴主席的指示，现在我们上海市龙湾区根本没有落实。吴主席指的非常明确，要要各纪检部门的指示，要各级党委政府关心和以我为首的是我起草的，对吧？我们是这位同志，在揭发，那2005年6月2号，他是2005年元旦就来站岗的。6月6号我们揭发就是揭发集中，揭发抗战有13条问题，其中有一条就是这样讲嘛，就有一条他违法乱纪，对吧？重新定了，这调查历史调查记录，他就是说，当时我虽然没有说要送瑞金去抢救，但是。但张永才是香山中医院临时工，在香山医院救治就不需要我垫钱了，我愿意垫钱就是希望香山中医院把患者联系上送到瑞金医院抢救，因为香山中医院不具备抢救条件，但是吴库长指示去找中医内科主任王范一起呢，就是到院门口，王芳志给他嘴巴擦擦口东西，没有建议任务的检查和处理。因此，总值班回来叫一个工人推车联系，才把他推到乡镇中医院去的。没有送到近在附近的最近抢救。这个呢，我问了吴守中、王芳，他们说当时就向康主任请示的，康主任叫他不要送瑞金医院。用小车送去，这个就是临机调查这个揭发的材料。他犹豫不送去，你看，他的香山医去，香山医院是我们两家登医院，按道理病房里有两只，有护士，有药房的药师啊，又有这个化验员。他送到病房去，一不叫第二专班抢救，二不叫物质抢救，三不仅化验员送药。对吧？不要化验做检查，四不叫药房药师送药，他就是高血压，放成三七粉，你看到吧？中办国办的，中办国办对我的支持，对吧？那这个我先去跟卫生部你又资助我，对吧？所以就是这样。你要为什么不敢讲呢？讲我的名字呢？特种工业专家，从乘坐并列的，上面乘坐的卫生部长，这是我。下面这个中国工业院士呢，这个韩奇德是新闻人的副会长呢。他的意思就是，相关东西不能被我这样处理。你看我的上方，杨晓东副市长上是，2003年6月25号就支持我了。中纪委、中办公都清楚啊，像这样的事情，还在瞒报，还在挂名堂。你看我们这个旧部的地方啊，中央是好的，那个旧部的地方土皇帝太厉害啊。